同样在玉里的地区呢，还是有部分的夹娃娃机店业者持续营业。玉里警分局也联合了卫生稽查人员，在稽查函报花莲县卫生局来采访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县府稽查人员以及玉里分局员警正在娃娃机内，因为全国已经宣布进入三级警戒，八大场所、健身中心、夹娃娃机店、钓虾场等店家应该要全数暂停营业，但是玉里镇仍有少部分的夹娃娃机业者持续营业。大家能共挺时间，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及活动，请业者应各遵停止营业规范，民众如外出时应全程佩戴口罩，如发现相关违规的情势，玉里警分局将当场收证，移请主管机关裁罚。但警方结合了卫生机关人员执行防疫稽查勤务的时候，发现玉里镇内仍然有夹娃娃机业者营业，不配合政府防疫的规定，店门敞开，灯光明亮，并且店内机台都插电持续营业，明显违反指挥中心防疫的规定。本局欲持续结合卫生主管机关全面性及不定期执行防疫稽查，在此呼吁民众及业者勿心存侥幸，违反相关防疫规定，不但危及自身家人及他人身体健康，亦会遭受重罚及面临刑事责任。玉里分局表示，会持续结合卫生主管机关全面性以及不定期的执行防疫稽查作业，在此也呼吁业者以及民众勿心存侥幸，违反相关防疫规定，不但可能危及自身家人以及他人身体健康，也会遭受重罚以及面临刑事责任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